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然后现在天气太晴了，昨天又没收网，现在要出去收网了。我们现在走了。应该两天又要刮大风了。哦，就这么一点，大泥门，你看这么大。哦，太少了。好一点，黑标，虾也多一点啊。黑标。这风平浪静的，啥话都没有。小虾，小气小气，没有，有一条黄鲷，黄枪鱼，然后就这一条，像样，其他鱼都没有，连小鱼没有。今天肯定要亏了啊，没什么货。两条，你还好，这个有个两斤左右，还可以哦。啥鱼都没有，人家风平浪静的。剩最后一网了。没有就啥都没有了。啊，大货也没有啊。有一点啊，鲷鱼、柠檬、虾。
空军了，空军了，今天啥都没。现在浮一排了，然后今天收获就少了，可能又要亏了，就一点虾，大白虾，全部基本上都是大白虾了，一点，全部这些，然后就今天大鱼也没啥大鱼，就抓了这条黄腔鱼，像这黄鲷鱼可以吃刺身的。清蒸也很好吃的，然后就这条值一些钱了。现在的黄鲷也是八九十块的，很不错。这条是黑鲷的。那视频也就这样了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